编剧重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到电锯这么重。松手。你没事吧？你干嘛？过来，压着。干嘛？要多大的？20粗50长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来了以后净打杂了？师哥师姐好像有点挤兑我们。无所谓，我只是来挣钱的而已。我是想跟你说谢谢的，对不起。那木头那么粗，就原钱，它锯得了吗？我也不指望它锯的木头能用，咱们这些雕像都是用来展出的。你说教授怎么想的？找一群大一新生过来帮忙，是服了。学姐，木头锯好了。这么快就锯好了，没想到你这木头锯的还挺快的。对了，工作室停水了，你去宿舍帮我们打点水吧，一会儿要用。宿舍是有点远，我们这大四腿脚都练出来了，你这个大一哎，估计还没有练成熟呢。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别，我去。子成，哎 ，hello。贾思成，我讲你好几次了，每次你都躲着我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不需要躲着你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以前的误会说清楚？他一直误会我，这是你的目的吗？抱歉啊，我什么目的啊？什么误会？我什么都没做。难道你以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吗？林薇，毕业后我一直在忙雕塑课程，比较忙，确实没回你消息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。人和人之间的喜欢都是自愿的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秦升和你一起做项目？我们是同学，一起做项目很正常。那你能不能帮我？我们组还有事等我，可以先进去了吗？啊，好吧。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，怎么交货？马上就要验收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袁倩，这颜料是你买来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一直是用这一个牌子的颜料，你怎么私自换了品牌？你知不知道换了品牌代表什么？代表着质量是千差万别的。之前那个颜料没货了，我是问过师兄才换的。我给你看的那个单子都是常用品牌。袁姐，你过来。是像黄子昂说的那样吗？师兄，我没有私自换颜料。正常一个公司的原料配比都是一样的，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差距，除非是假冒伪劣的。袁姐，你是不是图便宜找那种街边小店没有营业执照的地方买的？我
我没有，师兄你不能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让我去校门口买的。好了，别再吵了，现在吵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得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。向南师姐，既然你说换了颜料就是千差万别，那我们大一新生就更不能背这个锅了。我的确是向师兄确认过的呀，对吧？要不我帮忙修补吧，我学过，大家都别太责备袁浅了，人都有疏忽的时候。我只是觉得师姐说的没错，我们还是先想着怎么弥补吧。这事和袁浅没关系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妄加固化剂了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硫化现象？我怎么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是吗？那儿有一桶昨天没用完的油漆，要不我们现在就给雕塑上色，看看明天会不会硫化。王泽，你是不是没有加固化剂？什么情况？你们俩谁会上色？秦山，你会吗？那这样，我负责重新上色，秦晨帮一下我。袁浅，你和思成负责打一下下手。好。好。希望时间还来得及。来。师兄，师姐，你们得有师兄师姐的样子。星星啊，我今天可能要晚点回去了。我们组塑身不合格，要重做，明天时间急，师姐让我先和一下泥，再醒一下。啊，明天不行吗？那能怎么办呀？师姐说让我今天做完，就得今天做完，不能拖我们大爷的后腿。先睡吧。哦，那你早点回来啊。嗯。你挂吧，我手上都是泥。嗯，拜拜。在这儿呢。我也不指望他锯的木头能用，咱们这些雕像都是用来展出的，你说教授怎么想的？正常一个公司的原料配比都是一样的，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差距。袁浅，你是不是图便宜找那种街边小店没有营业执照的地方买的？